明星智力大考验，说闹闹会是真的吗？大家熟知的苹果电脑，它的商标就是咬了一口的苹果。请问以下说法何者正确？三对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有看过，但是我记得是跟贾伯斯有关系。答案是一，觉得是牛顿头上的苹果。其实我是想选二，因为我记得我有看那个专访说是二，苹果掉下来。牛顿因此发明了什么？发现了重力吸引力。你竟然说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小明星大跟班。